这是公司的最新产品，功能上增加了自动变频降速的功能，灌装精度更高。支架采用这种滑轨式设计，调节高度更加方便。下面我就以这个杯子灌装100克为例进行测试，放上杯子，自动出皮，自动启动，达到100自动停，看正好100，拿走会自动归零。我们再测试一个，只需要放上瓶子，灌满了拿下来就可以了。整个操作非常的简单，放上瓶子，好，灌好拿下来就可以了。它最小可以支持10克的灌装，我们可以把灌装量调成10克，点设定，输入10，把流速调到最小，然后放上瓶子，看正好10克，一滴不差。